老伯，你老甘心。我白讲，我忠心呢。自从大宋为官以来，你只看一个肥水水，你国民党，我民进党，咱两个无共党啊。还安尼死讲呢？哈，如今啊，我知影，哎呦，你哦，三十六强啊，七十二大红人呢，尻川抹红丹呢，靠腰呢，要搞你啊，无代无志，我尻川抹红丹。无啦，我人是讲红甲亲像尻川抹红丹。嘿，对对对啦，安尼死讲嘛，无唔对。意思我即马当红。嘿，当红当咧穿啊。穿，才拢为我来嘛。哦，晓晓晓晓晓，对对对。安尼意思咧。意思是讲吼，我即马无爱徛伊那边啊啦，无爱伫迄栋啊。徛伊那边吼，足艰苦的啊。人讲好人吼，较早死，还甘愿做歹人啊。靠爸，我歹人。无啦，我是讲吼，我甘愿吼，为着因歹一届啦。你死过我大兵就对啦。对对对对。嗯，安尼吼，安尼也对啦。知进退，为英雄，识时务，才是好计。嗯，你即马会晓我一边，老牛牛面头前，我讲你两句好话，哦、保证你活袂过明仔载。啊？明仔载就升官。吼吼！啊，你来驾场为什么代志？我是想讲哦，啊，你来这要斩什么人啊？哈！楚王三殿下丹林公公。楚王三殿下伊甲丹林公公。对对。哦，啊，这两个哦，地位这尔大着，啊，你斩会落去啊？废话，我听皇帝，皇帝叫我抬，我就抬。安尼是哦。嘿。哦。你啊，什么人的心了，我就听上个。对啦，安尼是嘛对，赞，这个员工哦，伊都赞的。什么员工啦？啊！你唔是皇上的员工，嘛是皇上食饭咧叫员工呢啦。皇上的雕神呐、啊。对对对，欸、做雕神爱尽忠报国，霸主江山。啊，差不多几点要站啊？要开刀？十二点十五。好好好，阿、啊、妈等一下。我天龙高。哎、欸，阿啦阿啦，你会阿欠管你啦。我乃雍容，骨骼疏松正雅起来。你无食话，你有听到无？你听到啥？不龙高。准备哪里？要冲啊！八龙台硬接。嗯，要接啥？卖甲插啦！你头壳戆着呢？我哪有戆着？我是一个都总管，伊是八贤王的地位，叫我卖甲接。无同。无同。即嘛无同。为啥无同？你皇主命令啊！你身躯顶加一支啊，还有加一地啊！我当时加一支，加一地啦。好啦，我啥都无意啊你。加吼一块吼斩枝条啦！伊家迄支尚方宝剑啊，你惊啥物啊？圣枝条，有圣旨，我是皇军敢走？皇军，伊来遮永远无代志。伊只是吼领钱尔，领较侪钱。啊，无咧做工课。来遮插花仔啦。来插花仔，我毋免甲接，讲咧有道理。有道理。八龙高，你过咧看。卖甲错，卖甲错，卖甲错，停起来，食停你。真，你皇子敢走？俺洪志兼来下他两人西吹，不容要来偷步，可有洪兄下计耶？并无下计，但是你大逃官来，下来人啊！怀龙，等你，你连等啥？十点要到啊，你伫等？无啦，阿怀，你今晚要冲啥？你叫我阿怀啦，贵怀啊，贵公公啦，贵公公。八王手上有皇上亲笔所写一字下字，可比皇上亲身到位，爱甲开写。我别讲啊，伊哦，皇上伊若要转去哩啊，对不对？我手若写一个死，你唔得爱死。我唔得死，互你看。无啦，我是讲伊手若写一个死，唔得爱甲你抬。啊对吼，楚王三殿下是因囝，因为爱囝起字，无写字，晓工提毛笔伫手内，凊彩写一字下字。我公公甲开下等于万不利皇上怪罪我吃罪难当八王，大宋你身为八王，敌国法晓国法，爱克报人还，诋毁皇上两头圣旨，凭你单人自己手提笔在手上心写一字写字，恕奴婢不能开下两人罪过，你不能开下，不能开下，不能报，七星到驾场你不开下。袂当予你报，大头官来，管什么？你应该把你咱手上这个金币是什么吼？要写不写？八王的八面金幔，卖甲惊，伊有一支你也有一支啊。讲什么啦？皇上赐你的宝剑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这皇上的，佮比较大。神龙所属八面金幔。
可以伫观音内底代志。我是皇上所赐神龙宝剑，我一支比伊更加大支。大支啊，哈粗！这支要下不下？不能开下，不能开下，你可稳看到？哎呀！哎等下，我再给你寄回信。